选战倒数23天，彰化县第二选区候选人黄秀芳行程满满，除新北市议员山田摩一来陪扫街，黄金周假日更有总统蔡英文、立法院长尤锡坤到彰化为黄秀芳辅选。黄秀芳也利用假日举办 CPR 推广活动、宠物交流活动，艺人郑嘉纯将现身与民众互动。秀芳委员在立法院表现非常优秀，摩一过去在立法院担任助理的时候都是让秀芳委员照顾到，而且秀芳委员是非常资深，而且是非常专业、非常认真的立委，可以说是执行力100%哦，每一个都没有缺席。那当然，秀芳委员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专长呢，可以说他的个人的特色就是非常非常的有爱心。过去摩一在选举的时候，秀芳委员也是从彰化对到我们新北市板桥来帮我助选，而且当时候的天气也是一下子忽热忽冷的，委员还是绝对往前冲，就是要给年轻人加油，给年轻人希望。所以摩一今天也要用一样的感觉，要来给秀芳委员加油打气。而且委员今天抽到一号，一定当选。OK。彰化人彰化市新闻记者林明佑采访报道。